有一天，聪明的小羊，聪明的小羊，有一天，有一天，老虎，老虎，下了，下了，一道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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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今后，大家，大家，每天，每天，都要送，都要送一只一只小动物，小动物做它的做它的晚餐晚餐。第一天第一天，小羊小羊被选中了选中了被选中了被选中了。可它可它却一点一点也不害怕。不害怕，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不害怕。他蹦蹦跳跳，他蹦蹦跳跳，得去见了，去见了老虎了，老虎了。小羊，小羊，一见，一见。到老虎，老虎就慌张地说，慌张地说，好好念，我本来，我本来，来，我本来，我本来，带来了，带来了，一只，一只大肥羊，大肥羊，可半路上，半路上，被。另一只，另一只大老虎，大老虎给抢走了，抢走了。老虎一听，老虎一听，气得直咬牙，气得直咬牙，忙叫，忙叫，小羊，小羊，带他去找那，带他。带他去找那只那只下边老虎那只老虎那只老虎。小羊小羊带着老虎老虎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小河边让老虎看到河里自己的影子看到河里自己的影子河里果然河里果然有一只大老虎正怒视着自己那老虎非常生气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淹死了